完了完了，我的速度跟不上你。没错，老师我已经煮完了。老师，哎、欸，你刚刚把那一片叶整个压在那边，我是敢碰有了。耶、yeah, ，Hello， 乔老师 ，Hello， 乔老师，玩具看的时间。那今天，哎、欸，不是，今天是模型制作时间。那想必大家应该看我看腻了吧？没错，我们今天来了一个你们想要的女来宾。Yeah! Hello， 我是平平婆婆。耶、yeah, ，平平，平平终于出现了。乔老师好。Oh, 大家是不是兴奋起来了？那今天我们就是要来跟平平一起做模型。那我们今天要做的模型算比较特别的，你有组过钢弹模型吗？我没有组过，但是我超有兴趣。真的？对，所以我当初呢，就是接到乔老师的邀约的时候呢，就真的超兴奋的。你们兴奋吗？我们今天要组的这个就是这一组。哇！平平没有做过钢弹模型，对。可是钢弹模型它其实比例跟种类非常的多。嗯。然后我现在就简单的来跟你介绍一下。钢弹模型的种类有哪些？来，我们桌面上摆出来，平平，你觉得这个差别在哪里？最精细的是哪一个呢？看起来就它大的这个，对对对。好，它首先就是比例的差别啊。钢弹它有一个基础的设定，就是18公尺，所以它这个高度差不多大概30公分，就跟乡民的尺寸差不多。三十公分的尺寸，所以。然后这个高度就是在18公分，就是1/100，然后这个高度就是大概12公分的高度，这个叫 HG， 就是反正它就是有不同的高度大小。然后这个叫就是比较可爱的版本，它头比较大，它不算在这个比例里面，叫 SD。那再来，我们来给你看一下这个盒子跟等一下我们要组的这个盒子，它的差别在哪里？这个差别哦。就是颜色，哎、欸，一个是彩色的盒子，一个是单色调的盒子。单色调是不是看起来比较特别？这种彩色盒子就是一般的店家都会贩售的。那这个是不是比较特别？对，所以它就只有这个限定的版本。就是它就只有在 PB 上面 Premier Bandai 就在线上可以贩售，所以这一盒就是限定的。那我们今天就进入今天环节组装，刚才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机体了。你有看过钢弹的动画吗？是 C 的，对 C 的，对。吼、哦，直接中哎、欸！今天我们要做的就是 C 的外传里面出现的角色，虽然他不是主角机啦，可是他是在反派阵营里面也是非常知名的角色。基恩 ，OK， 好，那这次我们做的就是 PB 限定的基恩角斗士，所以当然他的一些装备啊，他的配色也不一样。OK， 这个里面打开是红色的，哇，所以他的里面内容物其实非常丰富。好了，我们时间不多，我们直接来介绍。品评怎么组装，然后跟工具。好的，那我们已经把框架都打开了，然后我看一下说明书哈。这个开始组这边，他就会跟你讲第一个阶段的 B 的，这个是 B 6，然后怎么样去做这个步骤。哦，所以要开始找 B 这样、okay、看准。哎呦，我要教你一个方法。你看哦，你刚刚是直接这样剪嘛？对。你会发现很像很难对到那个点。可是如果你伸下来在这边的时候，有没有发现？哦，要从下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这样是不是很清楚可以看到那个点？对。OK， 那这样就剪下来，然后像你这个有的没修干净的，我们再修一次。哦，好，可以。啊，有了。这种就稍微转一下，对，稍微这样慢慢转上去。对。啊，有了。品平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女孩子，就是可以说是打不死的蟑螂。你的个性是比较不像女生。对，我不像女生。这个就是要聊到，听说你在疫情前也有自己小稍微，但这时候毕业嘛，要创业是不是？跟大家介绍一下你的学历啊。哦，我是那个师大图资研究所毕业，图资图书资讯学，也有点像资讯工程的感觉、哦所以你会去算出一个最完美的流量，所以你的频道你有算过你最好的流量是什么影片吗？最好流量我那个看后台数据就知道了。然后后来你不是有后来开摄影棚子，因为我自己也是在做那个制片嘛，所以就会很需要。他是一个小女子这样，自己这样勇闯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我的个性比较不像女生。哦，恭喜！哇，完成第一个零件，这边就有成就感了。对，这个零件我已经做了5分钟了，光这个才一开始，所以快，我们要加速，好好加速，加速。这样。这个代表什么？来，这个空间、有看过钢弹的人应该知道这是什么空间。这个就是塞那个的，塞驾驶舱。对对对，塞人的是吗？我以为你要塞什么，吓我一跳。再来，这个是外装角 H 到这个阶段啊，你是不是有发现很难找这些框架？就它颜色很难找。那我教你一个方法，就是比较快速辨识，对吧 ？G 哦、
懂了，对吧？每个都给他贴贴。对对对，然后我们这样子分类就会很方便。那再来，品评最近有做一个创举，就是因为刚刚像我们今天天气算蛮冷的，然后我就有关心说，品评你今天穿这样会不会冷呢？然后我突然就想，他连零下的地方都拍过写真集了。没错，去北欧，然后我那时候是零下20度，体感零下20度，然后呢就是穿内衣跟内裤去拍写真集。对，大家可以看这个画面，哎呀，真的是非常的厉害。现正热卖中。哦，你的感觉是濒临死亡吗？对对，就是那时候拍到最后是有一点真的意识快要没了的感觉，真的真的很可怕。我也需要笔。为什么？做完了我要打勾。哦，好，可以，你就这样子压，这样上下压应该就可以了。好，但那个要角度调一下。刚刚我们就聊到品评是有开摄影棚，那后来是又怎么样转战到这个 YouTube 圈？因为那时候那个疫情嘛，然后疫情那时候就有规定说我们是没有办法5人以上拍摄的，就是没办法营业就对了。然后那时候我就坚持了一下，可是发现啊，还是没有办法经营不下去了，所以我就把它收了，然后就回家做饭啊，玩游戏啊，然后就突然想说，开一个播好了。所以在那之前你都没有接触过？都没有接触过，我是煮菜，然后运动、玩游戏都会。然后又是怎么样的机会转到了 YT 啊？其实我是斜杠，我没有转。对，我就是两个，所以你现在两个都做。实况还是有在拍？对，我现在实况还是继续做。我压了。哎呀，就是这种感觉，有了有了，对，就是这种感觉，好舒爽啊！这是上半身，对，上半身，我看我剩下几页，哇塞，超多哎！哦，这个是这个。对对对，有没有越来越得心应手？有，他其实设计的都是很精准的啦。开始，我们让品评进入这个认真加速模式。没错 ，Go Go。我塞，喂，哇，他那个手可以动哎，喂，为什么塞不进去那个洞？来了，这个洞太窄了吧？不是不是不是，如何，老师？可以了，这个话我也不知道要怎么说了。大力出几击吗？会出事。哎，有了，进去了。可以可以，赞赞赞。好。哇哦！哇！我们这样其实前面的可能大概30分钟摸索期花比较多，然后现在就渐入佳境了。继续继续。嗯。吓到了！上次开箱的时候说，下次如果女来宾来，我们比较不好意思，太近距离接触，我们就可以用这个。我现在进度超好，我可以让老师早点下班。真的假的？哇、整个我刚刚才去上个厕所。老师，怎么会？怎么会？要把我的拆了？我们前面才提到说，就是这个是 PB 的版本，然后像。我手上拿的这种彩色的，它这个就是通泛，有没有？它就是这种灰绿色调吧，有没有？对，完全都不一样。所以今天我们组的这个就是基恩角斗士形态，是不是很特别？很帅。那这个要在哪里买？来来来，我们一起在手机上操作。来来来，手机拿出来了。那我们就进 PB 的首页，在下面这边，它这边会有一个品牌，有没有？对。我给你介绍一下 ，PB 里面它有很多子品牌。那如果今天我们这种比较有组装，就是叫Gunpla，所以你就点这个进去，它就会有很多这一次。我们组的这个相关的内容，现在有几支都还蛮经典的。我跟你讲，我非常推荐第一支绿色这个神龙钢弹，这个一定要先加入购物清单。这一支有没有？就刚好是今天2月28开始预购。通常热门的啊，如果你们动作太慢的话，现在开上去它就会。
缺货，真的，就拍卖一个小时，什么一个小时，那秒杀吧，比什么比五月天的票还娘抢，我跟你讲。然后还有就是你说的这个、啊、凤凰 Phoenix。通常很多新手一入门就会先被这种颜色吸引哦，对，然后它那种金色的感觉就华丽，然后你这个价钱买起来，你会觉得说哇，它是金的，恐金咩？所以这几只好加入追踪清单，好， okay, 好，我们加入了以后，到时候这个地址你就直接发我这就可以啊。那我还要再过来组，对，有机会可以的。PP 上面有很多这种组装模型类的产品可以选，那当然。还有很多也是完成品，如果有的人是没有时间去组装，那完成品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那特别有很多那种钢弹组装模型就在28号开卖了，就这一支品名叫什么？极限角斗士。这一组在今天28也开始预购，那你就是买了这一组，观众们打开放在桌面，然后配着我这个影片，就感觉到品评在陪你做模型，是不是这样的一个连结，这样的一个量子的纠缠、嗯，是不是不错？量子纠缠可以，没办法哦，一起来做，买起来，好，品评继续，好，加油。所以你的写真集已经是出第二次了，我的周边现在应该是出 第三次，第一次就是那个第一本写真，然后第二次是那个2023年的桌历、哦，然后这是第三次的周边、哦。这种北欧写真集应该就一生一次，真的。所以如果有兴趣的朋友，还有另外一种跟品品连结的方式，还在预购中，对不对？对，还在预购中。你是要准备从西洋情人节预购到七夕吗？没有，不是七夕，我有白色情人节啊。哦，老师，三月十四，老师你都结婚了？对对对，都忘记了。既然没有在关心这个，我们最后结尾的时候，就是既然你就是算是专业的 model 嘛，我们同事是有想到一个，就是让你就是当 model 的感觉，去跟这一只基恩，去怎么拍照？可以啊。然后你摆出一些 pose， 我就跟上你的动作。好，我觉得这个即将会创下这个收视率的高峰。我忘记塞进去了，那个另外一个要拆了，幸好我这个我发现。我跟你讲，还有一种，可以，希望我没有弄很紧。它腿，这腿有分前后哦，如果你装错了，它就会变成像马一样哦，它怎么折不了？错了。真的、啊，你看这个已经是膝盖前面，我们有这种工具哦，它是这样伸进去这个缝，嗯，那、啊、你可以稍微的，哦，有，然后那你这个就反过来就好，嗯，这整个反过来，哦，这样来，你看像刚刚那样，这个腿就可以弯了，有没有？对，就这样，完了，我的速度跟不上你，没错，老师我已经煮完了，老师，你刚刚把那一片叶整个压在那边，我是敢碰有了。我可是三个小时一口水都没有喝。哦，对啊，你要不要喝个水？我要一次干到底。嗯。结束了，谢谢大家。还没，还有背包。快了，剩一点点了，真的是快了。哦，它是双刀流哎。好，你认真，快，不要玩了，孩子，这整片都已经挑好料了。好，我来。嗯，砍进去。我靠！怎样断了？没有。他怎样？怎么了？我是觉得有断的了。应该是裂开了。没有啊，没有。好像断了的声音。我不是啊，吓我一跳。我想说，这个 OK 啦，这个程度吓死人了。背包帅耶。这个手可以拿掉，这件就可以握到这个里面，有没有？那我们就把剩下的东西装一装吧，我们把桌面清洁一下。好嘞，好，这严重了，可以吧？有上去了吗？上了吧。我发现另外一件事，你这个装反是不是？不然怎么会碰不进去？哦，可以，我们这样完成了组装，这只是最基础的哦。然后现在稍微让。品评进阶一下，好，就是下一个阶段，我们来这个墨线，
然后这个墨线呢、啊，因为任何的颜料它其实都对塑胶会腐蚀、嗯。那如果你不小心滴到它那个连接的沟缝、哦，它需要有这种塑胶的这种强度的时候，它就会裂掉。然后我们就简单的拆解，对，就简单的这样，稍微这样，很简单，不用心痛，它没有死掉。然后我们这个墨线液，它就是这种深灰色的，因为我不想要用黑色，我觉得太黑色太重。嗯嗯。然后我们把它锁紧，然后稍微摇一摇。哦。第一下先锁紧哦，因为很多人会忘了锁。点上去。哦。嗯啊，这样子是不是光这样稍微画过就比这更立体？对，没错，就是它至少就好像女生化妆勾一些眼线，嗯嗯嗯嗯勾一些重点的部分。小心一点。像这个我们有一些这种多出来的，是不是完美主义者看起来就哎呦受不了？我就用那棉花棒，然后沾这个东西，这叫溶剂，有没有？那我们就沾一点点，这样，这样就好，嗯嗯嗯对吧？它就可以把那个线擦掉。那里面也擦掉了？就是还没到完全干。越顶越好了，真的哦。嗯，这种棉就是做最后的，因为擦过它就会完全的干净。很干净哎。对对，最后树林。花木线完成。好，那你。再把它装起来，你记得吗？我记得，那个墨的味道好香哦。碰，对，碰。好，那再接上这个。喂，哇！然后我们来调一下动作哦。好，你先调，我来帮你改。好，你会调出什么有趣的动作？来吧。喂，给大家看。喂，品评 style， 太好了，耶、yeah。我们这样子加上上墨线，因为上墨线反而花了蛮多时间，花了在30几分钟、嗯，所以我们等于领先了一个多小时。品评第一次就很甩这些新手几条街，太厉害了！几条街了，对对对。那这次煮完你的感觉是怎么样？我觉得超有成就感，就我现在看这只，我觉得像我的孩子一样。刚乔老师在拆它的时候，我真的心疼到底不行。可是我们把它拆开是为了让这个上墨线的动作更方便。对，但还是会心痛嘛，毕竟我花了3个小时煮。未来如果有机会。你尝试做涂装喷漆，你要拆它更多次、哦、因为所有的一片一片零件要全部卸掉、然后上面的这些汤口我们再修掉，那就是比较进阶了。希望后面有兴趣的话，我们有机会也可以研究研究。好啊，好啊，对，2月28，今天一定要去买一支。哦、没错，今天有很多新品都开了，然后刚刚前面也一直跟大家提到可以买这一款叫什么 MGGN 角斗士。没错，你买了就可以，哎、欸，你看旁边就只差一个品评、就可以跟品评连结了。量子连结，今天非常感谢品评来陪邱老师一起组模型。哎、欸，我好爱他哦。那未来有机会还想看品评组什么模型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让我们知道。记得去追踪品评的 IG， 然后他的 YouTube channel 全部追踪起来，订阅起来。谢谢。那希望品评点订赞，邱老师的模型开箱，下次见了，拜。今天请到品评来啊，当然就是要借助你的专业，因为你上次拍写真集，而且拍第二本。嗯，对对对。因为我叫你做钢弹了。对。那现在下课结束了，换你教我摆出一些。摆 pose 吗？写真麻豆。就通常会摆什么动作？这种动作会是点击率很高的。嗯，对。所以乔老师也要一起。跟着一起，就是衣服我们就不跟进了，就是、衣服不跟进。对，你可以把那个就是衣服这样撩起来，然后直接绑一。露肚子哦。对，露肚子。啊，那会有肚毛哎、欸。恐怖哎！你说要这样，这样，我觉得3连拍就好，我一拍太多了，我太多了，我还想说两个一个卡就好了。好了，准备来。太恐怖了，惊悚3连拍，今天玩的真高兴。舍不得走了，哎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哦，我也舍不得，可是还是要送你走。拜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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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我们下次再来。拜拜，好，下次再来哦。拜拜，拜拜。乔老师，又是兴奋又是连接，你当我瞎了是不是？老娘跟你拼了！